黄氏宝藏应该有很多钱的啊。你真的相信这块石头会带我们发财吗？立刻追查石板下落，找到马上通知我。了解。发财？你发疯还差不多。我们现在是在寻宝，不是寻欢。如果我死呢？你记住一定要抓住我的手啊。要号令天下，要管制人，就要果断无情。我要的是那把神剑。我们要报仇！我们要报仇！我们要报仇！就算丢掉了自己的命也要复活。杀！我是人，我是一个怪物。我保护你。战火，友情姐妹，谁令可怜孤雏哭江河，喊天地？天才童星真情演绎。